梦回茶，欢迎来到擂台，我是蓝火，咱们继续来看单挑赛。对战方的话是风筝飞上天的一个武装冠，观战方的话是一手林波城。对战方继续出，观战方的话是被对面控制一手，有点难受。观战方给对面丢一手法宝，没有中。对战方一手日月乾坤，再次控制住。观战方避雷，疯狂去拍对面的一个宝宝。观战方也不着急解开自己啊。哎，这个铃铛 OK， 直接把对面宝宝给摇跑了。对战方分光给到孩子，观战方继续出，观战方拉一手锥子去限制孩子的一个出手，对战方孩子的一个抗性也是 OK， 观战方的一个宝宝打不太动，对战方孩子龙卷秒过来，伤害还是非常不错，观战方五龙丹解开，直接给对面孩子吹一手破血，对战方孩子的一个防御也是非常高。对战方再拉出一只超级红孩儿，日月乾坤的话，他的一个控制不是特别的稳定哈，观战方直接飞出去，对面孩子飞掉，孩子的话是一个强有力的一个输出啊，而且对战方的一个宝宝感觉站不太住啊，观战方场上的一个宝宝太齐了。这只红孩儿的一个抗性非常差，观战方五龙丹解开自己，对战方继续出，观战方继续进套路，对战方的一个伤害老是差那么一点点，对战方这个封印命中率的话属实有点低。观战方继续砸，对战方的一个宝宝再飞一程，观战方现在的话这个宝宝根本飞不掉，对战方一手无魂，观战方来一手战破增加战意，观战方现在开始对对面的人物出手，对战方两只红孩啊，我靠，有点帅。对战方这一把日月乾坤的话是终于控制住，哎呦，这个连扇我靠，一回合赖出去四下，对战方的一个宝宝飞得非常快，观战方的话也是一直没有停止进攻的一个脚步，再起天眼神通，观战方再出发一手侵蚀，观战方这一把的话必须得出手，哎呦，观战方又被控制住，对战方拉一手地平，
观战方天崩地裂，直接砸死对面。